电焊、电工、空调安装。身为特种作业人员，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烦恼？上岗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却不知道怎么考。同时，监管部门也加大对无证作业、持假证作业的打击力度。对此，应急管理部今年整合了相关培训、考试信息，今后特种作业人员可登录应急管理部官网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的机构查询界面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一站式查询，就近参加，再也不用担心上当受骗。